个春天，如果你不想走太远，又想体验一下冰雪世界，那我一定给你推荐这个地方——温州奇特冰雪乐园。这里可以说是华东地区最大也是最专业的气摩滑雪场，他们的滑雪装备相当齐全，基本上没点技术是摔不通的。同时也有适合儿童玩耍的冰雪项目，不会滑雪也不用害怕，有欧美雪上运动联盟认证的滑雪教练，认真又专业的教学让我超级放心，就算是小白也可以玩得尽兴。这样的滑雪体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想解锁更多好玩的地方，记得关注我哟。